鸟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但凡是看我不顺眼的人，从这里开始排队。没有狂风之力了，婉豪。现在的婉豪没有了狂风之力，该怎么办呢？只能来个挺进了。出击！那暗行者之爪太弱了，现在已经是淘汰赛。哎呦我女神之泪，你给我回，没关系。这第一个E技能用的确实是有点瑕疵，而且我们的补刀啊好像也有点瑕疵。我发现这婉豪长时间不玩是真是不行了，这婉豪也只能想想。你换衣，姐夫不亏。我并不喜欢揍人，只是喜欢揍完以后拿到的钱罢了。稀碎呀，这么僵硬呢？确实有点僵硬啊，僵硬，有点僵硬了。这丢人了，不好意思，丢人了啊，给婉豪丢人了。从现在开始。对面除了这小胖子，在小胖子也叫元气少女郭德纲，他们五个完了，废了，我只能说是废了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补刀啊！哎，我就纳了个闷了，我补一个剩一身血，我补一个剩一身血，你给我回来！怎么会死了呢？他不应该死的。这家伙好像有两下子。我刚才多少血呢？那塔伤害好像有点高啊。亏我们肯定是不亏的。为什么会这么僵硬？因为我长时间没玩了婉豪了。吃一堑长一智，要真是这样，我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聪明了不少。来进攻吧！好，阿杜根。而且现在没狂风了。后悔雷，小胖子，你给我记住，嗯，小胖子，厉害！刚才那下有没有疤？我曾经在厂子里流血流汗替别人赚钱，现在反过来了，我更喜欢这样。哎，这
兵是不是跟我有问题呀、啊？这个兵啊，定是快要打架了，我感觉毛都立起来了。我摸一个小兵，丝儿血一个；摸一个小兵，丝儿血一个。这玩意儿补刀没那么费劲呢、啊。骨头折断的动静，就是金币落袋的响声。细节一点啊，这把这板猴，你给我掏回来！啊，都跟。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我说实话啊，这婉豪打的剑尖儿真不是那么很好打，剑尖儿的英雄只能用阿卡丽好打。再碰我一下啊！还敢碰我？回血！奥拉夫随便打，不是太笨了都。这玩意儿呢有位移，还能挡技能，还减速。玩的阿卡丽，但我不会玩阿卡丽。比这里所有东西加起来都更值钱。我这是不是要起飞呀？我这一看，我觉得我应该先破败。我晒呀！我哭着跑回家找我老妈，她用爪子帮我擦眼泪来着。你会玩不会练吗？你给我回来！且自编，这就起飞了。吓你一跳啊！不用害怕，我不吃人的，我只是声音大了一点。给我杀，堂堂！我这边打你们，你们有脾气是吗？好，死小胖子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漂亮，铁刺鞭，给我杀！哇，炼金罐打的哦，
不是炼金罐，这他妈是个皇冠呢！这是什么打法？这是人类迷惑出装，狂想曲。薅回来！你给我起飞！别惹我！我升起气来，连我自己都打。谢谢超级沙雕网友。请问600加3200等于多少？3800。给我杀！3800。你给我回来！铁字鞭，没鞭到他，我让你尝尝我的鞭。冰淇淋种，想跑？不行。偷回来！没晕。3800，大招还没好。头都给你们打破。有谁今天皮痒了吗？才100块钱。这辛德拉凭什么敢过来？我就想问一下了。啊，这辛德拉凭什么？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给我起飞！我操！麻烦妞，给我杀！哎。这个狂想曲好像可以用哎。想给大哥来一句，嘲讽狂想曲，嘲讽皇冠。让我 W 按了咋死了呢？怎么死的？这是，这为啥死了呀？哎呀，我的发！不过我们钱够了啊！我想的是，确实是800加3200，再加个600，钱刚刚好。刚怎么死的呀？是那一下暴击吗？还是弱点刷我前面了？刚才那一下平 A 应该死不了，我现在再等一小下，正好他一个平 A 我们死不了，放个盾，啪嚓一个盾挡掉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就是输掉的感觉，我真的不太喜欢。不过我们已经无敌了。
我要个绿叉，加一个板甲。最后再来个攻速装，你给我跑跑跑跑跑，你给我起飞，没这精神。阿杜跟跑，伤害感觉还是有点低呢。这个跳弹咱就不打了，给自己留个后路。操！别追了啊！我奉劝你们。阿杜根，耗了我几个点烟，这是。进，我挺进。找那剑姬人，剑姬怎么回事？剑姬凭什么在这儿待着？剑姬狂想曲不是？今天你必须得给我起飞，听见没有？啊？起飞！什么狂想曲？听进呢？他们说我是个恶霸，但我觉得没错，我就是恶霸。我是斗鱼恶霸。先来个板甲吧，然后我们再出个绿叉，这样跑得快。最后出一个魔抗装备，紫炎之力，跑得快。谁都说自己不喜欢暴力，那为什么不出无尽呢？出无尽绿叉不是更好一点吗？出个无尽绿叉，再来个收集者。你给我回来，小胖子，起飞了！我还打小孩儿，给我抽，抽回来！我挺进，我抽回来，不行，投降。王大娘，王大娘。王大娘在直播间吗？没准对面努努是王大娘玩的。